这个时代大家都很急，但走得快不意味着走对了方向。生活就像梭织布，哪怕有一只纱线自乱阵脚，就会打破所有方寸。慢慢理清交错关系，才会织出好面料。越是好面料，越需要稳稳的丈量，这才是对设计的交代。越想要成就理想生活，越需要稳稳的积累，这也是对自己的交代。稳一点，总没错。放慢脚步，走好眼前的路，才能去到你想去的地方。在这个太快的时代，我选择做个保守派，因为慢慢来，比较快。我是保守派。我会选择专注的品牌，专注才能做好专业的事儿。有了家庭后，就得有更加周全的考虑才行。稳妥可靠是我所看重的，我希望每一天都有看得见的进步。具体投资是我是在2014年开始投资人人贷的。我是从2016年开始使用人人贷。我使用人人贷有3年了，已经有3个月了，已经1年半了。我是从2017年2月份开始使用人人贷。最大的理由嘛，还是团队，因为人人贷的一个团队是非常优秀的创始人团队。第二呢，是它的模式。我是属于保守派的。我应该属于保守派。我希望它能发展得更好，这样对用户来说就更值得信赖嘛。我希望人人贷呢能够坚持做普惠金融，能够稳健经营，给我们投资人带来更大的收益，更大的财富。